据说只要我们车速够快，遇到坑坑洼洼的路面就能如履平地，这个是真的吗？我们都知道，我们在高速开车路况好，而且时速又很高的情况下，开车是十分平稳又舒适的。有人就说了，其实车的平稳跟车速有着直接的关系，只要你的车速足够快且能保证安全的情况下，即使遇到不平整的路面也可以如履平地。所以有一些老司机建议，遇到坑坑洼洼的乡间小道，不仅不要减速，还要加速才能让车更加平稳。那事实是怎么样的呢？在国外有这么一群人，每天游走于世界各地收集流言蜚语，而今天他们要验证的就是车速会不会影响车的平稳。格兰首先找到了一辆 AE86，然后接下来他要与同伴们一起设计一套检测车辆的颠簸程度的设计。波瑞的想法是用悬吊测量器，而格兰的想法是记录三周加速度计的数据。凯利的想法最为奇特，使用一大堆的玻璃红酒杯将其倒满水，然后看水溢出来的多少，判断车辆的颠簸程度。首先他们在停车场进行测试之后，他们发现三种方式都能起到很好的测试作用，于是三人就开始将车子开到坑坑洼洼的路面上进行行驶。格兰首先是将车子的速度控制在时速15里左右，看看在这个速度下车子能够开多远。格兰将玻璃杯中加满水之后就将汽车开了起来，但是因为车子一直在空转的原因，导致格兰的速度其实一直都保持在时速20里。最终也测得托瑞的悬吊测试偏转了不少。格兰也是将自己的装置测试到的数据进行储存，然后等待与时速45里进行比较。而凯利的测试装置则是少了 3.5 公斤的水，甚至直接让格兰的裤子都湿了。之后格兰开始进行时速45里的测试，在速度增加到时速45里时，汽车已经以肉眼可见的程度开始进行摇晃，看起来远远比时速20里的时候要颠簸。同时托瑞的悬吊系统也比之前要偏转大了一倍，同时凯利的装置中的水也比之前多溢出了一公斤。但是格兰却表示自己感觉车子比20里的时候更加平稳。托瑞认为这不过是格兰的心理感觉而已，因为人在高速行驶的时候并不会直接在意路面的坑坑洼洼，所以他认为必须要自己亲自去实验一番才对。于是托瑞直接将车速开到时速75里，进行了一次危险操作，最后将最后获得的实验数据拿回到实验室里面进行统计。三次的结果比较，托瑞的悬吊偏转的角度是随着车速的增大而变得更加巨大，而凯利的装置溢出的水的水量也是随着车速的上升溢出的越来越多。但是让人意想不到的是，格兰的装置却出现了一个相反的实验结果，他的装置呈现了两个不同的量，在某一段路程的时候快速行驶比较稳定，但是在某一段特定的路的时候却是慢速行驶比较稳定。夏娃解释道，很有可能是因为与路面上的大坑有关，在遇到大坑的路面的时候车子有可能会翻车，所以才有这样不一样的数据。所以实验可以在连续的坡面进行实验，这样可以做出更精确的实验效果。接下来他们制作了一个连续坡路，看看在不同的速度下到底谁更颠簸。格兰将速度分别控制在20里、45里与75里，最后发现在45里的时候凯利的装置是溢出水最多的，而75里是水最少的。但是在高速摄像机的记录下，速度越快车子看上去越像是在平面上行驶，而格兰也感觉车子越快行驶起来越平稳，而凯利的装置应该是一个小的误差。最后也是得出结论，车子开得越快确实在坑洼地面的行驶也会变得越平稳。这一则留言竟然是真的。